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。这个酸辣的脱骨鸡爪真的太过瘾了。薅羊毛买来的，吃着就是香。最近我发现一个 APP， 真的是太香了，不仅可以全网有价，还能领优惠券和购物返利，吃的这些都是在这个省钱快报，真的是又方便又好用，作为羊毛党的我真的是爱惨了。吃着真的好开心呀，薅羊毛买来的，吃着就是香。吃饱了，姐妹们记得出名消费先找优惠哦。胶质到一起。